美女，你好。Hello。你这是准备干嘛去？我来挑战酒神呢。你多少的量呀？你挑战酒神呀？我来自水泊梁山，我跟你说哈。我是十二娘的后代。十二娘的后代，你能喝几斤呀？喝几斤？喝不倒。喝不倒？对。这一坛有几斤？这一坛十斤。你十斤？我带了八斤。小心点。一起挑他去。来，酒神，我们来了，挑战你了。组团来了，组团来了。这是我姐带的十斤，我带的八斤，我看你今天能喝几斤。投降。姐，不是，他投降了。你帮你。怎么住的？要不咱俩练练去？走。姐，先喝你的还是先喝我的？喝我的。那我的先摆出来，你看你的不够。来，摆出来吧。看这箱子挺大的啊！你这一箱还没有人那一瓶值钱呢。哎，话也不能这样讲啊。咱这个虽然说不是那么贵，对吧？咱这是纯粮酒，咱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酒。能喝得起啊。你他那贵，你这一坛多少钱？我这一坛，我一斤三十。对吗？他这一斤三十，一对三百没了，普通老百姓他喝得起吗？对不对？这地瓜酒啊。挺好。姐，把酒倒满。来吧。哎呀。到呀，这酒花，哎呦，叫你漂亮啊，加上性。哎，你这个美甲挺好看的，在哪做的？到时候我给我妈也弄一个。弟弟太豪爽了。虚啊！小伙子有点猛啊。姐，请我吃饭三个菜呀。再来。看。吃两菜。三个菜。哎呀，还这三个菜了还？有没有再给你加一个？这不一个汤吗？三菜一汤。三个菜，这目的不纯啊，铁链子，你这个酒得注意点喝。三个酒，再来一个。来，再来一个哈。你来倒吧。八九倒满，八九倒满，来他个不醉不休。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，所有烦恼向东流。今天跟我走，喝完了跟我走，可以啊。哎呀，这富二代，你看，哎呀，真的忏悔了，可忏悔了，富二代。这个什么情况呀？怎么倒完怎么还喝呀？四个酒是事事如意。在山东喝酒还是这个说法？我们从事事如意要喝到十全十美。下一个是五福临门。对。六六大顺。清华北大双学历就是不一样。有学问啊。啥都懂啊，你懂的还不少了。哟，又上个菜，这胖妹你看，哎呀。我查查那个酒神去济南进修了，看他有没有这进步。上哪进步了？有，这不跑气儿了。没气儿。进步了不少。说实话，进步了不少吧？进步了不少。来，三个酒弟的。好。爹不喝了，不喝了。不行，赶紧去。我背着去吧，我背着去医院。这个一会儿我带来背这个。哎呦，这么沉！走，赶紧上医院。我去。